杨幂做梦都没想到，自己辛辛苦苦拍戏，转头却给情敌王鸥做了嫁衣。当年王鸥与刘恺威的夜光事件被曝光后，两位当事人打死都不承认。看到刘恺威自诩敬业，表示自己与王鸥只是在对剧本后，王鸥也理直气壮地反问，还能不能好好玩耍了，企图以此来平息舆论。但让他没想到的是，这番话一出，反而引起了更大的争议。最终还是当事人杨幂亲自下场，表示相信刘恺威，这才护住两人最后体面。不过千万别以为杨幂是为了当好人才这么做，他之所以能如此大度，完全是因为曾经签署的那份对赌协议罢了。因此在靠着全年无休拿下对赌协议的胜利后，杨幂马不停蹄的就与刘恺威扯了离婚证。这次王鸥再次成为众矢之的，此后每当娱圈有不好的事发生，王鸥与刘恺威的夜光剧本必将会被再次提起。因此与杨幂离婚后顺风顺水的发展不同，彼时王鸥的事业可谓是步步走低。而更让她崩溃的是男友何九华的出轨。当初何九华与王鸥的恋爱被曝光后，许多人都觉得他会是王鸥最后的归宿，不料没过多久他却被爆出夜会美女，转手送给了王鸥一顶绿帽子。按理说王鸥作为受害者，在发生这样的事后本该收获一波同情，但因为他前妻与刘恺威的二三事，不少人觉得他是得了现世报，杨幂才是这场战争中最后的赢家。只是世事无常，就在网友们认为王鸥将无法翻身时，事情竟然在近期再次出现反转。因为自从杨幂的谍战剧《哈尔滨1944》开播，饰演官学的她演技就备受吐槽，甚至还被网友拿来和王鸥的汪曼春对比，大概是实力不够，这次的舆论战王鸥明显占据上风，之后她会不会借此东山再起也是一个未知数。直到看见杨幂六年前带家行新人走红毯时意气风发的样子，才明白她为何宁愿恶评缠身也要离开家行。2014年，杨幂与两位经纪人因为不愿给其他人打工，于是联手成立了嘉行传媒公司。为了让公司快速站稳脚跟，杨幂不仅签约了迪丽热巴、张云龙等一众有个人特色的艺人，还与资本签下了对赌协议。协议规定，只要杨幂能在3年内赚到税后3.1亿的利润，该资本就会出手给予嘉行支持。众所周知，要赢资本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此前圈内不少明星都曾签下对赌协议，但无一例外都是以失败告终。如今张国立之所以70多岁依旧活跃在娱乐圈，就是为了还当时的债。也正因如此，在得知杨幂也签下对赌协议的那一刻，许多人都颇为质疑。不过即便外界质疑声层出不穷，但杨幂依旧是迎难而上。在签署对赌协议后的3年里，杨幂不断进组，一年时间接拍了11部戏，哪怕身体因此亮起红灯，每月都去打吊瓶，她也依旧没有放弃。也正是这份坚韧的心性，让杨幂拿下了最终胜利，成功为嘉行拉来了薪资。按理说这样的有功之臣，嘉行不说捧着惯着，也该给予足够的尊重才是，但事实却完全相反。在嘉行发展的几年时间里，杨幂不仅没有自主选择外戏的权利，还要一直当奶妈，奶公司各种新人。更过分的是，在发现杨幂产生不满后，公司并没有反省自身制度，反而对其进行打压，常常不吭一声就给杨幂来一手临时通知。最终在第 N 次被公司背刺后，杨幂再也忍不下去了，果断离开了这个她曾经用心血浇灌起来的公司。不过即使已经离开，杨幂也依旧给足了对方面子，只将自己的离开说成是成年人的选择。不得不说，杨幂真的是娱圈难得的体面人。17岁的杨幂仅凭一句话让自己的身价暴涨100倍。2003年，北京某摩托车厂家为了打响自己品牌的名气，不惜开出50万高价邀请成龙来当代言人。然而彼时的成龙已经接了不少广告，而且爆出也都不低，所以在摩托车厂家发出邀请后，他想都没想便拒绝了。不过成龙的回绝并没有让厂家气馁，反而继续对他软磨硬泡，并放话称只要成龙肯合作，其他一切都好说。也许是看到了广告商的诚意，最终成龙还是答应了下来。起初广告商以为他会提一些涨报酬的要求，没想到成龙却不按常理出牌，只希望广告商能找一位年轻漂亮的姑娘与他合作。而广告商也不负成龙所托，真的为他找来了一个年轻女孩合作。本以为事情到这儿也就结束了，结果拍摄过程中还是出了岔子。原来因为该女孩太年轻，与鼎鼎大名的成龙合作时总是十分紧张，以至于来回拍了10几遍都无法达到成龙想要的效果。对此成龙也是十分生气，表示如果找不到合适的女孩，自己就不拍了。这可把广告商吓坏了，立马安排身边人去各个地方寻找适龄女孩。然而时间短，任务重，工作人员找了大半天都没有找到合适的。好在就在厂家一筹莫展之际，杨幂的父亲来探望老友，并向其推荐了自己女儿。
厂家闻言也看到了希望，赶忙让杨幂父亲带杨幂来到了现场。彼时的杨幂虽说只有17岁，却已经出落得亭亭玉立，一出场便惊艳众人。而且与前一位扭捏的女孩不同，杨幂来到现场后主打的就是一个落落大方，一边与现场工作人员打招呼，一边诉说自己对成龙的崇拜。甚至当成龙为拍摄广告一把将她拥入怀里时，她也没有丝毫拘谨，杨幂大方得体的行为让成龙颇为欣赏。于是得知她的片酬只有区区600元时，直接喊话厂家让对方给杨幂加到60000，多出部分就在自己片酬里扣。也就是从这儿开始，杨幂正式进入娱圈，并在圈内大展手脚，平步青云。